害理的事儿，这帮着日本人迫害老百姓的多了去了，怎么就轮到您头上了？不是，话是这么说的，但愿吧。二爷，你看见我这样，气儿消了吗？别说你把我扔进河里边，你就算把我推进黄浦江，我也不生气了。躺了一会儿，好像没那么疼了。你看到凶手长什么样了吗？是腊月红。